晓得跟啥人讲好，根本就跟侬讲讲伐？啥事体侬讲？但是侬勿要讲出去哦。嗯哼。独上阁楼，最好是夜。那笨钟早已响起，午夜的消息。高跟鞋配上暴雨，难过又美丽。灯光在扑朔迷离，危险的气息。沉睡在纸醉金迷消失的彻底，哎呀哎呀，怎么忘了我是其中的一个，在每天都扮演上天安排的角色，哎呀哎呀，怎么忘了付出爱情的代价，你别再问了，想要答案就去看看吧，那些糊涂的人啊，夜晚是否还说来惭愧，那天没喝几杯就醉了。下不醒来，躺在一张雕花床里，迷迷糊糊听到音乐声，左边是鸡鸣钟，鸭子的茶几，空气中飘来上好的檀香味，床边一台老式留声机，唱片慢慢的转着，很有画面感。那再去做编辑嘛，好了。生活平淡无奇，本来就要变。就侬来塞，阿拉不来塞。对啊，夫妻一起参加聚会，那是更好的啦。就是讲呀，否则人辣辣聚会，心辣辣屋里向。你们是怎么了？说点别的好吗？交流交流呀。就是风花雪月，多好啊。哎。上海男人大多会做饭，搿才瞎讲了好伐？就像新疆人侪会得跳舞，俄罗斯人侪是音乐家一样的。西乡人语总是真的嘛？哎，哪面的男人哪能？哦，我们那男人啊，张飞、鲁智深。鲁智深不近女色哦。谁说？鲁智深他吃狗肉的，你说他不近女色？搿师傅嘛在瞎编的呀。哎。
我有个上海朋友，最近正好在多伦多办事儿。是男的吧？哎呦，好中国味送过来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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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对啊，要不我把他约来，咱们一起吃个饭怎么样？要得，人都在了。那我打个电话去。哎，最近有部老火的电视剧，侬看过吧？讲的是上海90年代的事体。嗯，看了几集，看不懂。我还专门请教了我一个上海朋友，他特别懂。哦。嗯，我们都叫他陆总。哎，你们说的陆总，不会是陆州吧？是呀，上海人，你认识啊？哎，我朋友。世界真是太小了。快点打电话叫伊到来闹忙呀。可以啊。快点去。好好好。两个上海男人搿起闹忙唻。嗯。Pour toujours elle, maquille son désespoir. Oh, magique boulevard, on voit passer des gens connus, des gens glacés qui ne parlent plus jamais la foule.哎，那两个男人搞得到起来啦？哦哟，侬吓啥啦？我们俩今下午一起看话剧。话剧？啥话剧？好看不啦？哦哟，不灵的，没啥意思。搞来搞去，男男女女搿眼事体，翻来翻去的讲。哎，难写戏，就那副腔调。他们呢，满脑子的女人只有两种，一种是伤害他的坏女人，一种是像他妈妈一样的好女人，而且。不管是哪种女人，最后他们都是要找一个老实男人嫁了，嘎巴他们稀罕一只。哎，男导演都以为自己很了解女人。哦，那女人是哪只香啊？来来来，我帮侬看几幅画。有桩事体要怪侬哦。啥事体啊？玩笑么不好瞎开呀，乃末变真的了。啥玩笑啦？搿种事体呢，我也勿晓得告啥人讲好，葛末就告侬讲讲伐。嗯，侬讲呀，啥事体啊？但侬千万勿好讲出去哦。嗯嗯嗯。阿拉老公勿是失踪了一个多号头了嘛？嗯。侬晓得个呀，搿本身呢我倒是也无所谓，但是昨天打了只电话来。老神秘的卫星电话。还来啊？搿电话接起来就喊：“老婆救命！老婆救命！”哎，搿有啥好救头的啦？陆总，侬是勿晓得，闲话还没讲光，电话就被人家抢得去了。一只台湾口音，慢悠悠的讲。你老公现在在我手上。哎，我去开门啊。嗯。老早就听讲，衲屋里向老漂亮的，今朝终于一饱眼福了。是吗？搿点物事老灵的嘛。是的呀，搿眼物事侪是我辣盖拍卖会高头买回来的呀。哦，是吗？古董哦。哟哟。我也想做只古董，蹲在这算了。我一直觉得，古董都是古代美女变的。那搿眼美女统统变成古董算了。我觉得做花瓶挺好的。侬算有性格哦。嘿，陆总懂我。盼我疯我，爱盼我坚决不渡我，想我冷眼，还想我轻佻又下贱，要我阳光，爱要我风情不要荒，喜我苦笑。无助还惜我心如枯木，自我梦境，孩子我很快
旧情形与我沉睡。看到个苏珊啊，我想起你。乖女，下去吧。绍兴阿婆讲呢，不许过河的。让我再看看呀，绍兴阿婆等我了。阿婆，我乖吧。下去吧，去弹琴。晓得嘞。照顾男人呀，男人啊，做个大佬呀。平时老早的，有一个大佬呀。个大佬呀，一不当心，坏人就来了，偷了大佬呀个心。不过小猫个白天啊，真是交个年数没看到伊拉了。Take me to Shanghai. Take me to Shanghai. To the town where I belong. The pathways were red. Hey, Heather. 刚刚讲了一半。那咱那老公，可以讲不啦？伊老公被人家绑架了。哟！哎呀，你要报警嘞！对的呀，我哪那么想着啦？快点报警呀！好报警的，跟我讲过交关趟数嘞，要撕票的呀。那么绑匪要多少钞票啊？25,000欧元啊，人民币。哎呦！我的意思是，钱不多，给了算了嘛。不好拨啊，拨了下趟还会再要，要变成无底洞了呀。再讲，就要加点点，听上去就不像真的。我不睬伊拉，我现在是最好的状态，有钱有闲，老公失踪，不要太好。想做啥嘛就做啥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。哎，我问侬呀，你还没小人哦？没呀。啊，一个女人一辈子没小人，搿是不完整的。搿才是骗骗爷人头的呀，跟我也好比的呀。一个女人要是一辈子没拐脱过十几个男人嘛？啊，不完整的呀！是这样啊，一个女人不懂摄影也是不完整的。一个女人这辈子没参加过黑人家宴也是不完整的。哎，搿句我欢喜，来胖姐。哎呦，搿句高度了，哪有造反啊？一个女人搿辈子没造过反，也是不完整的。干杯，干杯！哎，可以上菜了吗？我去烧两只菜去。可以点菜不？随便点啊，那随便点。我做泡饭还有不啦？我去看看去啊，有啊，帮侬来。我点西兰花纯蒸，科研大王噻。我去帮咱烧只排骨年糕，再来一只霸王别姬。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，你什么都拥有不了，也什么都留不住。不需要证明什么，更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定要实现的。你能做的就是不断尝试，收获，感受，然后放下。我们来到这世间，只是为了看花怎么开，水怎么流，
太阳如何升起，夕阳何时落下，经历有趣的事情，遇见难忘的人。生活原本就沉闷，但跑起来就有风了。Thank you.